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新加坡航空一架对伦敦起飞的飞行机，二一的时是拄到严重的乱流，赶紧降落伫泰国的曼谷机场。飞行机顶一个73岁英国的查甫人，那亲像是心脏病发作死亡。另外，因为乱流嘛，造成上部有71的人受伤。目前最新的情形是，无大概乘客已经坐另外一架飞行机离开泰国，飞往新加坡。无下安全带的人，伊人阵拢被弹弄到机床顶，真侪人受伤，大部分拢是伤着头。新加坡航空编号 SQ321 班机伫泰国曼谷机场迫降，机顶的乘客都经历一场惊人的空中意外。这台顶头载着211位乘客、18位机组员的波音777-300ER型客机，是自伦敦的希洛斯机场出发，要飞去新加坡。新航发声明讲，起飞了差不多10点钟，伫飞过缅甸天顶伊洛瓦底盆地，高度37,000英尺，差不多11,300公尺的所在，拄到剧烈的乱流，飞机快速下降，然后快速飞悬600英尺，国际这边降落加飞起嚟，才稳定飞行。时间90秒，造成90多人受伤，一个人死亡。สัญชาติอังกฤษนะครับอายุ73 ปีครับผม新加坡航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，这几年来拢无虾米重大事故。顶一边的意外是发生伫咧2010年10月，迄当阵伫桃园机场一台波音客机走入去时间中关起来抛锚，机弄到时间中的机具，造成83人死亡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